主题就是一片情或是一世情。今天到达我们现场的到底是一片的还是一世 的？我们来看一下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感觉今天我很牛，就先红娘爱我，我爱红娘。我来确定一下，到底这是一片情呢，还是一世情？那我们要一一，那咱要做红娘，每人婆要出来，要爱互人四目相接，会当有佮意，而且互相的，诶，咱的条件爱先处理好好些一个。你加这个庭云是。恁两个公司讲要甲你杀做对，还是有影？哎呦，身高蛮合的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对啊，来，很认真。今天在这边讲清楚，来来来，好。其实吼，我做扩张的。哎呦，扩张哦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那个脸的表情跟他无尬也行哟。哎呦，加微困哦，加微困的刚刚。不是不留微困的，不留微困的。其实我不爱吃，不爱吃肥吧。哎呦，你很坏，你就要求，我跟你讲，你点解来这？我已经做记仇，你点解播出的时候，你搞我替人讲出来？我已经做记仇，我讲我无加料，我讲出来，我是跟你对尔嘞。不，等下我跟你讲哦。肥毛肥的古锥，然后肥嫩啊肥嫩，无看拍算，你用的都袂歹，你哪会不爱食肥肉？哎，你是上届欺骗伊多一部分呐？哎，再看看，啊，这个有影推口未？哎呦，你不爱食推口的意思啦？我跟你讲，足无礼貌。哎呀，查甫囡仔人来讲，玉手、玉手、玉腿、芋头。哎，啊，但是拜托那么嫌伊把酒要塞入去呢？对咩？拜托咩？我都没嫌弃你，把酒塞入去。而且我那天讲包养他，哎呦，哎呦，还在那边口是心非。但这只大肚我是没得包啦，包不起来。你卖底下做无够丢，你卖底下做大丢，你卖底下讲想讲，你妈在直播当中啊唔敢讲。哎，阿伯他真的包养过你，他真的忘记了怎么包怎么包。你忘记上次我们去印尼表演的时候，啊拿在台下拿到很多红包，然后因为我们是拿印尼盾。印尼盾好像，对，几块是印尼盾偌济啊？三百块。哎，不不，他们的应该说这样啦，他们的十万是我们的大概250块左右。好，算300啊，算300。其实存在家里，你的三块，你的家己红包算算，讲来，才几十万 take 去。哎呦，我想，呜，好棒哦，叫算算下台票，差不多几百块。哎，别拜了。就是他得到的红包，他有送给你。他也是把他都说家里懒散啊，我不爱啊，好哩。他，你为什么那么好，还愿意这样分享给他？因为他知道我很缺。对，他吼，他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那大概去印尼做秀，红包贵名称顶，跟他刷。跟他刷。啊，我那套，伊有订书机嘛？哦。套我好是套我手够听。真的。我真噶。哦。好弄好你啦，好弄好你啦，你搞意思。歪套。我的习惯是，他的表演怎么那么好，还会给？对，他们会。还有套钱圈、套花圈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全部拢检查过哦，扛落哦。哦。鬼美国，国体检看看，再检查一次就对了。也许里面还有漏网之鱼啊！啊，所以而且他的花圈的一个圈代表多少钱？对对对。后来嘉玲看不下去了，讲来啦，叫老三来。对啊，你看你曾经包养过，就是去印尼啊，就发现他有一个弱点。什么？哇，什么弱点？弱点啊！我知道。你很坏，你修好的，哇塞！我就直接冲的，他很怕蛇呀！不要这样嘛，摄影棚都在地震的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我们现场其他人都太镇定了，好可怕！你那么怕？不是，我是被他尖叫声吓到。在前面，在前面，来了！哎，哎呦！不是，没事啦，没事，假的啦，假的啦！我也不喜欢，我假的，我害怕。我也不喜欢，所有的女性看到这个都害怕。对啊。但他明明是假的，现在你知道他假的了，还是会怕，你还是怕，他连蛇皮果都怕，但这只是假的，那严重啦，我只是假的，那为什么今天要穿平底鞋了？哎，你叫做大个人无大，来啦，你搬到来哦，来，妹。没啦，没有创，没有什么创伤过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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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啦，就没有，没了，没了。为了你要对他表示你的歉意，你要唱一首歌送给他，好不好？唱一首歌，哎，要为你唱一首歌。他现在惊魂未定。来，让我们觉得，让我们觉得，让我们觉得。你是曾经被蛇吓过，是不是？啊，叫过去。好，这个我尖叫声，这个我尖叫好大声啊！而且他用丹田在叫，哎，对。
不要忘记他上过发声课。我真的很怕。来来来，唱一首歌送给我们郭庭筠，该回去嘞，姐。好了好了，来你这首歌叫什么？我唱啊。我唱啊。我上大哭，哎呦，我上爱吃腿骨，炸西米爱吃土路，牛排要吃七分熟。我上大哭，珍珠奶茶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上爱吃麻辣锅，提拉米苏来一口。通通都给我、啊，真的有这个歌吗？这首歌，知道这首歌是拥抱着我。对呀、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有这首歌吗？其实这首歌歌词是许富凯啦、曹雅文啦、曾伟忠啦写给你。我较早咧录音的时阵呐，有当时啊，伫边啊，迄个困时间，你就做无聊，说爱搞我乐诶，就是帮我编这首歌，就用拥抱着我，然后就编我胸多酷，对，然后还帮我就是要设计一张肥胖专辑这样，然后呢。这位先生他就都坐在旁边点点吃三碗公有一天雄雄的哎，我胸大哭，我想哇你居然有听到也会唱 对你居然会唱哦，你居然有默默的关注我们这样子、没有，这是真的，因为太大声了。哇，你是好，你喜欢跟吴声梅搭配啊？他很符合我的菜，但不过我最近换一个目标啊，因为吼，我现讲无声美伤散，伤散咯，我今日我的囡仔食袂饱。不过我最近找到一个哦，这个可能会食真饱，多食多食，会食伤饱。像像像，郭庭筠。你们这一对是假的情侣，所以唱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会甜甜的，还是完全没有？没 feel。对啊，有点没 feel 了，因为还在惊吓当中啦。我刚被吓完，完全没有。还在惊吓，而且刚抖音表现得非常好，因为可以喘，可以喘。而且我现在整个是很热，你知道吗？很热，很热。对，我记得郭庭筠是刚才可以让我们这样开玩笑，可以开玩笑，开玩笑的哈。先我来讲这个陈怡婷，对，怡婷的歌声其实有一点么像黄以玲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人这样说。有一点么像孙淑妹，孙淑妹，啊，较像多一个啊。我觉得是综合体呢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自细汉唱歌，人就会安尼甲你讲啊。对呢。如果你咧唱，我含阮小豪两个都一直讨论，哎，这个较形象，我冇孙淑妹，伊讲偏黄以玲啊。对，有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也搭过好几个男生？唱情歌了吗？是搭过谁？嘉玲哥，蔡嘉玲，对，然后还有是我们公司的同门师弟林梦中，哦，林梦中，啊，另外两个是谁？另外两个现在目前在也是戏剧的前辈，那在演戏之前他们也是歌手，夏朗啊，陈宇峰，宇峰哥以及王建富，建富哥，对，合作过的，你觉得林梦中让你最舒服？哎呦，最舒服，为什么？这个哎，女生讲让我最舒服。很怪耶，这个我要好好解释一下，因为跟其他三位其实都是比较年长的，就是包含嘉玲哥也是比较年长的，哎，公你长辈为年长，这位长辈，这位长辈年长，因为我们对唱都是唱情歌，其实跟年长的这个男主角合唱呢，比较能够快速的融入那个情境。可是我会讲林梦中，是因为他年纪比我小，那也是你们那个比赛出来的，是没错，伊就是较缘投，你才看欢喜，而且他很舒服啦，舒服小啦，许志豪。好，你说你喜欢跟吴声梅搭配啊？他很符合我的菜，是吗？哎，秀蛋，秀蛋，他还剩比较细粒子的呢。你们身高是有身高差哦。其实他穿高跟鞋，我两个看了做登对，真正我不。跟我差不多，感觉够，感觉够够对。对，但是人因母啊都无安尼想呢，真正因母啊讲高调调的，人生了。这就是我无法多搁进一步的一个上诉来问。他妈妈24小时。哎，你即卖表情啊，对人的老母足气嫌的。你会知影哦，若要借人的查某囝，爱先借因老母，是吧？因老母若介意，你就好下手咯。你即马你的表情。
因为妈妈，你记得哎、欸，你那个表情刚刚足气炎的，情节先起啊，因为还一步话都进一步。我不是气炎的妈妈，我是怨叹因妈妈。一点仔时间旁都拢无给我，你无机会同我讲对伊好，对伊体贴吗？所以哦，吴声梅不但是跟你合唱，是，若是真的能够成为真正的情侣，你也有爱慕之意，就对了。因为她的外形就是我喜欢的，就是这样的清汤挂面，哎呦，然后身高又刚好很登对，那她也是歌手，两个这会弹卡紧。我不能怕生，真会弹。哦，原来这个巧势，哦，这个巧，你弹我去，要好嫁都要两年啊！赞赞赞！要不讲我最近换一个目标啊，因为我吼，我现讲吴声梅伤散，我今日拜过你。你对我讲讲足赞的，怎啊变伤散？就伤散，因为我有比较啊。想散咯，我今日我哋囡仔会食袂饱。你卖戆啊，有诶真散，毋过该有诶足大粒。哦，即款代志。会冷足有诶嘛有啊，有诶足大粒个无冷嘛。安尼哦，哎呀。毋过我最近找到一条，即个可能会食真饱。多食多食。哦，会食伤饱。像像像。郭婷雨，你去变天啦？因为你食推手哦。来来来。哦，伤饱吃到饱，吃到饱。我最近我新对手。哎，你的口味差太多了吧？很跳脱。从麻辣到清淡，冰冰姐，其实我已经公开啊。哎呦，然后你跟大家说我们认识多久而已。我代志发生伫三礼拜前。现在，所以哦，冰冰姐，我若算了无唔对，佮高个位他就零分了。哎呦，不要哟，真正真正有下跪吗？我们真正吗？哎，阿公高个位就要生啊。小公有困做会嘛？吼，我啦，我开玩笑诶。我想要，其实我做介意。我很喜欢庭云的个性。不啊，本来是青州小菜，对，忽然变成推口。啊，你安尼，他认知很广，接受，他认知很广。那你要问一下庭云的感觉啊，人家愿不愿意啊？我愿意。闭着眼睛说我愿意。我来一波前讲先青菜啦，哎，没有啦，骑驴找马。讲真的。我跟他真的认识到现在哦，还不到一个月。然后刚刚我们，因为可是我们是因为前几个礼拜前，我们真的是一起到印尼去工作。对。然后呢，一开始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我还不太敢跟他讲话，因为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就觉得好像有点距离感，所以不太敢跟他聊天。后来没想到，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开始聊开了，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没有啊，所以第二天和袁咏变好朋友啊，他就开始直播有诶无诶，啊了，等来了，我们才想到通告白这会，叫这场嘛这会啊。等等，那他有没有红包给你？哎，你有红包给我吗？我想一下，没有。还有那，哎，然后我头一开始你要红包给我，那边我红包给你。可是他对我很好，然后他也有请我吃东西。对啊，请我吃东西，我就可以被他收买。其实我个人认为，庭云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女孩子，很单纯。你这个言啊，我安嘞，我这个安安的，哎，你这一生，你心目中你最想搭配的荧幕情人是哪一位？哎呦。杨丞琳，哎呦，为什么？代表你想很久啊？哎，你以为你是李荣浩？对啊，他自己一直认为不是我，李荣浩有的我都有。李荣浩像我吧？不是，你一定认为他小眼睛，我也小眼睛。对啊，我都有。他有才华，我也有才华。哎，会写歌，我也会写歌。搞不好他现在很有钱呢，你有没有？搞不好你以后会有钱，你以后会有，你以后会有。对啊，几年后有机会，在赚，还在努力当中了。是是，那基本是公主，他应该就是你的菜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了。哎，现场敢有这型的无？现场是无啦。现场敢有？哎，刘东郭婷云、杨丞琳的型，有兄弟的大概都。那郭婷云好，郭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来几头哩？挂你啊，存挂来几头？冰冰姐俩不挂了，通过这样。可是心里还想着杨丞琳。我靠，哎。但是说真的，他的眼睛真的很小。听说小到有一次警察拦下来说：“哎，你不要疲劳驾驶，好不好？”以为眼睛没在睡觉。哦，别动！我也大绿吧，就来叫人坐绿的。妈呀！好，咱今晚过来看郭婷云，是你心目中的心中情人是谁？哦，我想要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九一一的春风。来，我要问一下，坏坏的啦，春风，等下，春风哈，不管他现在是不是，伊都有阿尼基的味道。阿尼基有两种，一种是老模加真盘，真秀无，有一种是安尼，啊，有一种就是比较 man， 你想嫁，你爸就甲你斩了，你都不担心哦？春风卫生纸啊？不是，真的是九一的，因为他
很 man， 然后我上次呢就是录完一个某一个外景节目，然后收工，因为那个节目是要玩水的，然后那一次就是刚好玩水完，然后已经卸妆，然后也穿着夹脚拖，然后整个狼狈，发型也都乱掉，然后结果刚好就在那个高铁站巧遇春风。他认不认识你了？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。那就。不管你有没有化妆，也许你好，我是郭婷云。我真的就我跟你讲，我真的，我那当下我就是很就是一直急着去跟他拍照，我就这样，你好，春鹏你好，我是郭婷云，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那他怎么说？他认不认识你？他就只有跟我点头，所以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。你是认为粉丝？有，这就是我常常骂我的艺人，你别以为人家一定认识你。然后我现在呢，都会去九一一的粉丝团，用我的粉丝团的蓝勾勾那个留言给他们。他有没有回你啊？好像没有。没有。你这样，你听我的话，你听我，你再次留言就你就说。春风大哥，我是歌手郭婷云，这一招是冰冰姐教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冰冰秀啊，她说我不能自以为人家认识我，难怪你都没有回我。哎，我很因为很欣赏你的歌曲，你不要真的真的，你就只欣赏他会吓一跳。我欣赏你的歌曲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回音，那不是就？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很欣赏他才华，而且他也是真的很会创作。也瓜熟下料袂歹，很酷，很酷。对对对，你既然在家嘛，你都拢互相去呀。我来换一个好不好？我你吃赤吧，赤吧，袂歹袂歹。酸酸啊，赤吧，整整这筋肉啊。啊，你伊要含伊像安尼，我甲你讲，虽然现场无春风，安尼无伊也嘛好。哇，跟你讲安尼，无伊也嘛好。就去呀咩？我去含甲即落型的咧。无啦呀。我那去红景村的咧，我。哎呦，我来刚刚你可不丢刷子？是哇，你真是无灵气哦，冰冰姐，你可不丢刷哈？我按陈怡婷的，你唱的感觉，我觉得我也觉得很温暖。我这种该尴尬温暖的吗？对对，有没有很舒服的感觉？舒适舒服，有舒服的感觉，比小鲜肉舒服，有舒服就好了。我有感觉到这个嘉玲哥有没有拥抱？有没有啊？拍手臂的感觉，那太好了，两个人。两个人若是有前途，都要捧低一下。我等下问我妈妈看麦。哎，其实有一首歌的意义非常好，叫做《感谢你的爱》。那同事之间哦，其实也很重要。同事之间的爱，对，比如讲像人我跟阮志豪，我嘛话相爱的，你看看，是真的吗？爱家，我像妈妈一样啊，在囡仔我拢做爱哈。所以最穷的时候，那有人也找你去拍《情定北海岸》，是给你50000。是，你会不会去？我一定拍啊！对啊，一定拍啊！真的吗？一定拍，但是等一下，没钱呢。你们看一下，嗨，有没有这种表现？有一个团体是监狱宝宝，那边的小孩子啊，他小朋友嘛，会在地上爬来爬去嘛，他可能就会管理的人员就过来，7506，把你的小孩子抱起来，不然你会吵到别人。啊，小孩子连玩的地方都没有。对。